要做什么？什么？可恶！打倒！又一个快乐的工会成员。输。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我想要赶紧逃家去。愿圣光使你平静。报道，
来报道。你是不是受不起啊？我最喜欢认真读书。此路不通。瞧，由我作战。困境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强。灾祸会降临在那些反抗我的人身上。神铁矿坑是我的。我认输。要做什么？
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这箱子，哼，只是海盗的东西了。有小乌龟耶。好的。拿起你的短剑，我们来决斗。打叉的地方就对了。这叫废物利用。有小乌龟耶。此路不通，全都补好了。血之风起寒，
必须选择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要做什么？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
最喜欢认真读书。杂音波会降临在那些反抗我的人身上。此路不通。那条绳子又在烧了，可恶！打打！这道牌好像有点不顺。我的刀刃渴望复仇。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内心。